应印度共和国政府邀请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9月9日至10日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。世界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，全球可持续发展困难增多。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，应当加强伙伴关系，合力应对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突出挑战，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中方期待新德里峰会就此凝聚共识，对外传递信心，共促繁荣发展。Thank you.